宋君台，一旦激起兵变，那就是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呀！从此以后，宁愿为了数千将士，会把你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死敌。我也躲不开，逃也逃不掉，吃也吃不香，睡也睡不稳。他会到处的追杀你，除非你一年365天，天天都趴在皇上的脚底下，不敢出龙宫一步。吴兄，卑职。 也是皇命在身啊，不杀他们，卑职没法交差啊！不用全杀，斩几个意思一下就行了，留下部分兵勇，令他们今后继续效命沙场。那你要留多少？我只要50个，就50个，一个不多要。<笑>准，本家杀100多个闹事者，竟可以交差了，<笑>准。 谢君台，三跪日后，必有厚报，甭客气，下去选兵去吧。哼，标下不许，标下让他们自行淘汰。嗯，弟兄们，宋君台大恩大德，网开一面，从现在起。 兵勇听令，上前执刀，对阵。
哎，过来看看，看看野战军是如何打仗的。这是我所见的最凶狠的镖头。宋军台是紫禁城里的将领，自然是少见多怪。镖下可是带兵打仗的人，必须要比他们更加凶狠，才能带领他们。 兵无镖头还剩一百人，再战！兵无镖头还剩下八十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再战了，剩下的人我全都给你。不行，再战！ 勇者胜，弱者死，是战场的规矩，是当兵的天命。所以，你们不要怨任何人。我吴三桂这彪人马，只要你们这53位勇士，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弟。以后跟着我，一同血战沙场，总有出头之日。只要大家不怕死。 跟着我吴三桂，我吴三桂绝不会亏待弟兄。你们都累了，都到那边的帐篷里喝酒、吃肉、分银子吧。走，走。 宁远兵变平定了，吴三桂用这53个兵勇建立了自己的关宁铁骑。谁也没想到，数年后，这支纵横天下的关宁铁骑，竟然成为枭雄吴三桂发迹的开端。 又是败报，又假降，没用的东西。卑职叩见皇上。回来了，差事办得如何？禀皇上，宁远兵变完全平定了。嗯，是吗？ 给朕说说详情，卑职带着50000银子和一支御林军赶到宁远城。正所谓天恩伴随天威，恩威并至。那些闹事的兵勇，吓得当时就趴下了，纷纷跪倒，面向京城是叩头请罪啊。<笑>宋喜啊，卑职在。你总算给朕带来件喜事。毕自素怎么样了？毕自素。 他没脸回京向皇上请罪，他自个儿吊死了。咎由自取，不死朕有办法。哎，对了，吴三桂表现如何啊？凡事据听从卑职指挥，举止还算得当。他就没有什么作为吗？嗨，吴三桂行伍出身，有勇无谋，没什么作为。宁远兵变之所以顺利平定。 靠的是皇上圣明，皇上的银子，还有皇上的御林军呐。哼，朕早就说过，乱世风云就得多用些霹雳手段。是，谁敢犯上作乱，朕绝不手软。是啊，天威当头，四海归一呀。哼，这周延儒、洪承畴他们太懦弱，老是把小乱说成大祸。
不如此，显不出他们自个儿的能耐来。就是，朕一眼就看破他们的用心，不就是想借机添兵加饷吗？对。所以，大臣的话不可不听，也不可全听。是。关键时还得靠朕乾纲独断。是是是是是。怎么样？宁远乱兵，不是弹指而定，乖乖的服罪了吗？哎，皇上圣明。哎，皇上，有些人虽然身为大臣，其实只能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甚至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办不成，还得靠皇上您呐。宋喜啊，这件差事你办得不错，晋升你为四品偏将军衔，加上半年俸禄。卑职叩谢皇恩。妈的，鲁四，吓老子一跳！小的有罪，小的不会走道。没事，一边待着去。小的正好有点小事。有话说，有屁放。小的一直刚才想说来着，可是宋大人一直哼曲子，小的就没敢放屁。你涮我的？小的只敢涮羊肉，岂敢涮宋大人呢？再说了，您的肉也比不上羊肉啊。你。小鲁子，你这是什么花样？宋大人，王公公等着您呢。嗯，谁？内务府总管王承恩。王公公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宋大人自个儿琢磨着呀。这回该小的走前边了吧？宋大人好生跟着屁股后边，可别跟丢喽。哼。原话怎么说来着？对了，你说吴三桂行伍出身，有勇无谋，没什么作为，还有更恶的话，说什么有些人身为大臣，其实只能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甚至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办不好。嗯，王公公，您宋喜啊，别以为皇上夸你两句你就是爷了。我告诉你，即使在深宫内院也是隔墙有耳啊。你也不想想，你说的那些话如果让大臣们听见了，有你的好吗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停停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老夫接到宁远密报，不瞒你说，东厂的监军太监当时就在宁远城楼上目睹了一切。要说宁远兵变之所以顺利平定，一不是靠那几万饷银，二不是靠那支御林军。你也知道，御林军要真打起来，绝不是野战军的对手。平定兵变主要靠的是横勇双绝的吴三桂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。那你就是欺君？不，不是。到底是不是啊？是是。那究竟怎么个事法啊？吴三桂他只身登上城楼，一刀砍了毕巡抚的头，先断了起事兵勇的希望，后来他又逼迫这些兵勇互相拼杀，杀的只剩下53个人，最后
他将这53个勇士收入自己麾下，他掏了点自己的积蓄，给每个人配了匹黑马、一副黑甲，还有1000两银子，成为他的关宁铁骑。嗯，这才是实话。那你当时干什么来着？你当时像一只缩头乌龟，藏在将军阁里，喝的是酩酊大醉啊！小的失职，小的失职。我问你，吴三桂此人，你怎么看呢？公公，这个人太狠了。废话，他对自己的兵勇都这么狠，对敌人恐怕是更狠。小的当时就感觉到了，吴三桂这个人呐，将来不是一代英雄，就是乱世奸雄。嗯，宋喜，这句话你算说对了。其实英雄奸雄都是一路货，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。公公，小的已将全部经过如实禀报了公公，再无丝毫隐瞒了。但是你在皇上面前却信口胡言，贪大功为己有，骗得皇上给你升官加赏。小的该死，小的罪该万死啊。要不这么着吧，宋喜，你再次去觐见皇上，把宁远城的实情重新向皇上禀报一遍，以正视听，求得皇上宽恕。小的不敢去，小的不敢去、啊、你不敢去难道叫我去吗？小的如果认罪了，那皇上定然大怒，要砍了小的的头啊。嗯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皇上不是非常喜欢你吗？公公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，求公公饶了小的这一回吧。哎，行了，念你只是贪功诿过，并无大恶，这次就饶了你吧。谢谢王公公。嗯，宋喜啊，哎，老夫还真有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求你去办一下。公公尽管吩咐，尽管吩咐。过来。我听说在老夫去南海降乡期间，有人上了密奏，告了老夫的刁状，说老夫不畏燕后尘，结党篡权，恃宠专断，已成朝廷祸害。小的从来没听说过。你当然没有听说过，我要你给我查一查，在上个月15、16、173天的晚上，有哪位大臣单独觐见了皇上？羽林军守卫紫禁城9门，进出都有记录，你能查得到吗？小的能查得到。嗯，想什么呢？小的什么也不敢想。这就对了，我告诉你，在紫禁城里办差，你可以多心，但绝不能多嘴。小的万万不敢多嘴，万万不敢多嘴。好了，去吧。是。罗斯，奴才在。今儿晚上给宋喜送5000两银子去。是，小的记住了。公公，这是谁在跟咱们这么作对呀？我猜想，不是周延儒，就是洪承畴。洪承畴是出了名的胆小怕事之徒啊，他怎么敢如此放肆呢？咬人的狗不叫啊。洪承畴是属泥鳅的，又软又滑，藏得很深。我就是再粗心，也该提防着他呀。
还有你们这些做奴才的，嗯，以往总是打着我的名义到处作威作福，以后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，低着脑袋办差，嗯，免遭大臣们的记恨。是，小的记住了，小的马上吩咐下去，让各宫的太监们都收敛着点儿。永远要记住，在那些大臣们的眼里，太监不是人，只是个物件儿。咱们这些当太监的，永远别忘了魏忠贤的下场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周大人，在下失态，惭愧惭愧。洪大人，这才晌午，怎么就打起瞌睡来了？哎呀，人老了吗？这人一老，精神头就不济了，坐在这儿就想打瞌睡，一睡吧，还就不知道早晚了。洪大人，你比在下还小两岁，卖什么老啊？哎，坐，你听我跟您说呀，在下不是个庸才吗？庸才就易老吗？都是朝廷重臣，深系国家安危，因此有些话即使得罪权贵，在下也要直说，在下不怕祸从口出。哎，周大人的胆略在下历来是非常钦佩啊，还请周大人多多赐教。那么天启朝时，魏忠贤夺党篡位，导致皇权旁落，百官人人自危，这些教训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怎么能够忘记呢？当时先皇归天，啊，魏延竟然酿成一场宫变呢，差点让他阴谋篡位，另立皇上。那么今天朝廷上就没有新的魏忠贤了吗？就没有宦官执政了吗？周大人的意思是……哎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哎呀。在下是个胆小怕事之人，您看。行，别装了，其实你早就是王承恩一党。我说周大人，您这是……你和王承恩暗中勾结，合力促成袁崇焕复出，拉帮结派，排斥异己，图谋内阁首辅大臣之位。我说周大人，您这是误会了，在下虽然无大才，但毕竟是学子出身呢，20年来在下是尊圣贤奉王师，守古风扶正义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历朝历代的那些阉人阉党。哎，洪大人今儿激动了，不容易呀。不是，不是，这周大人，您说我是王承恩一党，您知道外边怎么说吗？说我密奏弹劾王承恩，啊，和您周大人是一党，你说我这不是老鼠进风箱，两头受气吗？委屈你了，洪大人，果然不是阉党。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弹劾王承恩的人不是别人，是我。是您？周大人？正是在下，我已经给皇上连上3折了。哎呀，那你干嘛说我跟王承恩一党呢？哎，
我不是在试探你吗？哎呦，您就别再试探了。我说周大人，您再这么试探试探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洪大人，你我都是皇上的忠臣，不能坐视王承恩危害朝廷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王承恩想要结党，您周大人也想要结党。哎呀，我结什么党啊？我这是尊奉皇太祖洪武帝的遗旨，太监不得干政。对呀，您说这洪武帝的铁牌律令在宫门口都立了100多年了，可这些人有眼无珠，他硬是不听啊。赤胆忠心的陈宫不应该忘啊。周大人知道的，在下呀，有我呢，有我呢。当然，在下一定为周大人马首是瞻。哎，这个眼下嘛，王承恩推崇袁崇焕复出，他要是再进来，又多了一个王承恩一党啊。哦，那个，据我所知啊，袁崇焕自己其实并不愿意进宫。您看，兵部的停机已经祭出多时了，他还一直在家称病呢。袁崇焕嘛，倒是个聪明人，但是我看呐，他是在做姿态，等着皇上赋予重任呐。哦，是这样的。老奴参见皇上。兵部命令已经发去3个月了，袁崇焕为何还不进京？禀皇上，袁崇焕腿骨风湿日益严重，已经下不了床了。这个朕知道，洪承畴已经禀报过了。朕想知道的是真实情况。禀皇上，据老奴在袁府的卧底报称，太袁崇焕的确是小病大养，这是抗命。袁崇焕摆什么臭架子，还想让朕三顾茅庐吗？依老奴看，袁崇焕的确不是抗旨，也不是摆架子，实在是他不相信内阁大臣，尤其是兵部的命令。哦，为什么？袁崇焕下野多年，他心有余悸啊。说起来，那魏延当道的时候，朝纲大乱，留下了百官之间、朝野之间彼此提防、互相猜忌的后患。现在魏延虽然死了，但后患一时并不能消除啊。袁崇焕搞不清为什么调他进京，他是怕陷入朝廷是非，惹火烧身呢，这才趁病抗诏啊。朕是真心想用他呀。是，可他袁崇焕并不知道皇上的真正心思啊。朕手书一道帖子，请他进京。好，皇上这个请字用得好，胜过18道金牌呀。不过老奴建议，这道旨意千万不要通过兵部传递。袁崇焕不是称病在家吗？皇上也不必揭穿他，干脆就派一名太医拿着2根老山参前去直接探病就是了。哎，你说下去。皇上，您可以让御医这样向袁崇焕传达口谕，就说朕十分惦记你的腿疾，送2颗500年的山参给你，朕也患过腿骨风湿，服用参汤之后30天病就好了。老奴想，那袁崇焕是个聪明人呢，听了口谕，看见参参，定能理解皇上的一片真心实意。老奴敢担保，30天之后他定会欣然来京。王承恩，
你可真是个老油条啊！赶紧去办吧，啊，把日期改一下，告诉他，朕是这么说的，朕服用参汤后15天就好了。这病好的也太快了吧！就去跟他这么说，朕可不愿意再等30天了。是。大人，京城到了。啊，下来。又回来了。哎，今天是几？今儿3月18。你看，皇上的恩遇是什么时候到的？3月初8。从皇上的两颗老山参算起，这已经是第10天了。哎呀，我还有5天的空闲。请大人示下，进京住何处啊？还是老城隍庙吗？不，那儿太热闹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越僻静越好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到了京城了。遵命。请大人上车。啊，不，走走啊，来。大人，卑职已经打听清楚，户部尚书周延儒、兵部尚书杨嗣昌都已经下朝归府，没有外出。他们知道我来了吗？不知道。来来，坐，吃点点心。大人，轿子已经备好了。不着急，今天晚上咱们就住在楼上客栈。啊，我刚才想到了，在拜访周延儒、杨嗣昌两位大人之前，还得先拜访另外一个人。请大人示下。大内总管王承恩。哦，哎，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哎，巧了，卑职刚刚路过昔日的魏忠贤府，卑职多了句嘴打听了一下，原来那里就是现在的王承恩府，但他比过去更气派了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现在的朝廷还是宦官的天下。坐下。干什么的？老家通报一下，兵部费员袁崇焕拜见王公公。在这等一下。哎呦，小的迎接袁大人来迟。敢问阁下是？小的是鲁四。啊，鲁公公，王公公在吗？在。但是公公吩咐小的向袁大人请罪。哎，这是怎么说？公公说了，在袁大人觐见皇上之前，不敢与袁大人相见，免得招人猜忌。哎呀，王公公处事如此谨慎，在下十分钦佩啊。请袁大人见谅。哎，不不不，陆公公，这点银子留着喝茶。哎，小的万万不敢，小的万万不敢呐。哎，当年我来见魏忠贤的时候都是这样，这叫进门规矩。哎，不，哎，王府不是魏府，王公公也不是魏公公，公公进入当日就除旧立新，改立新规矩了。敢问这新规矩是？新规矩是啊，谁敢收了进门银子，左手接的砍左手，右手接的砍右手。啊，哈哈，佩服，佩服。规矩上说了，砍手，可是没说砍脚。谢袁大人，谢袁大人。小的劝袁大人别在外边瞎溜达了，赶紧上春来茶馆
歇息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春来茶馆？小的是瞎猜的呗。回去。老夫王承恩拜见袁大人。王公公，您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在下刚到京城，就到府上拜访，您闭门不见，却跑到我这儿来了。惭愧惭愧，并非老夫闭门不见，实在是不敢在敝府见您袁大人呐。这是为什么呀？那可是你自己的家呀。袁大人有所不知啊，看起来老夫似乎是在监视朝野上下，可是老夫却不知道谁在监视着我。也许此时此刻正有一个眼线藏在敝府，日夜伺候着老夫呢。连王公公都这样顾虑，这百官可就可想而知了。百官现在学得聪明多了，二人对坐能存仨心眼儿，三人对坐能生出六种是非来。由下官发句牢骚，真要是这样，你监督我，我提防你，这绝不是太平盛世的迹象。何止不是盛世之象啊，简直就是末世之兆啊。王公公说这话是要杀头的。对呀，是要杀头的呀。袁大人，老夫连杀头的话都跟你说了，难道你还不信任老夫吗？下官愿听前辈的教诲，来，请坐下说。请请请请。怎么说呢，袁大人，眼下我大明王朝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呀。下官愿闻其详。那就是腹背受敌，南北交困。一面要征剿高迎祥、李自成这些中原流寇，一面要抵御关外亲帝皇太极，朝廷里是百官互不信任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国家战乱不断。下官听了这些痛入骨髓啊。哎，袁大人大可不必如此啊。其实每次危机啊，都是一次很大的机遇啊。乱世出英雄，正是男子汉建功立业的时候啊。嗯，想想这世上如果没有祸，没有乱，那英雄从哪儿出啊？王公公说的对呀。不过上有圣君，下才有良将，没有圣君，有志者也是空怀壮志，蹉跎岁月呀。袁大人是担心皇上吧？据老夫所知，当今皇上远胜于先帝，崇祯朝远胜于天启朝。皇上发下誓言，要像先祖爷洪武帝那样开天辟地，开创一代盛世，做一代圣君。袁大人呐，这次老夫能感觉到皇上是真心实意的想启用你啊。王公公，下官
是既希望启用，又害怕启用啊。明白。袁大人是怕皇上急用你，又不授予专权，急用且宜，处处受制。是啊。边水流，似水。